四球斜率为 2, y 截距为负3的直线方程式， y 截距为负3的话，我们知道它的点的话是0负3，那斜率为2的话，它的方程式是 2s 减 y， 我们把0负3带入，所以等于3，好，把它整理一下， 2s 减 y 减3等于0。